群英雄营强势降临峡谷，也去迎来新宠儿。可毕竟凯爹才是峡谷的老人，也去自然而然是礼让老人，老人优先才对呀。可是阵营仗着自己热度，竟然干出抢老人野区，甚至还做出打凯爹的大逆不道之举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好在凯爹毕竟是峡谷一爹，德高望重，并没有跟迎着小屁孩儿一般见识，全程一副与我无挂的佛系心态，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野。但是你要打我的野，那可就没得商量了。
他该你。我们是大日本明星，安慰了感可要等等我，你能不能让我难一个，让我难一个，太险了，不要去浪了，我求求你了。三道唯一什么意思？你看不见我在难你吗？我的难有毒吗？你不要闪现追人啊，我的牙齿追不上你啊，你回头啊，你回头啊。哎呦我的妈。你哪边开？我蓝开，你呢？我红开，和平发育。没问题，好兄弟。十指之宝你。人类的命运。好的妹子啊，还有六子，好吧。哇哦，哥哥你好棒呀！哇哦，哥哥好棒呀！哇哦，哥哥好棒呀！欢迎哇，哥哥好棒！好了好了，别夸了，我知道了。